非把我哄好了不可，我告诉你，非把我哄好了不可，没完。哎，我告诉你，哎，你站住，站住！哎，不要玩，我乐了，大琴子要够呛。哎，大美，手下留情，别把大琴子打坏喽。咋没声了呢？是不是使了？九月九酿新酒，好酒出在咱的手，好酒喝了咱的酒啊，上下统计不咳嗽，喝了咱的酒啊，再也不做单身狗，喝了咱的酒啊，见了皇帝不喝头，好酒好酒哦好酒。从此以后，我就是大琴子的女人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大美，你是要疯了？咋的了？有什么不妥吗？我不就是随便脱个单吗？那也不能太随便了。大琴，哎，吃点儿。哎，大美来。哎呀，大琴哥，哎，你都冒汗了，哎，你是不是虚呀？你是怎么做到的呀？老千儿啊，那是一个神奇的闪动。啥意思啊？哎，这么热闹，你玩什么？哎呦我去！你咋去了？啥时候的事儿啊？刚出一分钟。哎呦我去！厉害了，我大齐哥呀！哎呦我！那是一个神奇的闪动。大齐哥，你厉害了，大齐哥呀！我的天哪！我说大齐哥哥，爱谁谁。你上哪儿去呀？到你了，你不知道啊？上。小米粒，啊！别给人吸去了，倒班了。啥是倒班？你过来。今儿天是不是挺好的？挺好啊。天好是不是心情就好？还行吧。假如要是有一个稍微小一点的帅哥，他让你向他求爱，恳求祈求死皮赖脸的他都不同意，你瞪我干啥呀？你别瞪我呀。有一个帅哥啊，我死皮赖脸的求他啊，不同意，我就想问问你，这帅哥还活着吗？谁呀？小米粒儿，死皮赖脸，我小米粒儿，甭搭理他们，跟我来，我跟你聊两句。哎，你们接着玩啊，我做做他思想工作，看我的。哎，不是，你俩进去干啥去了？不应该我进去吗？那是一个神奇的山洞。那山洞里有啥呀？行了，王小倩进去吧。不是，我进去还能活着不啊？哎，一个二个都往里去，那山洞里有啥呀？哎，看命运的安排吧。小米粒，你别逼我了，咱俩不合适。这就是啊，小倩哥哥。你听到了，在小倩哥哥眼里，我还不算貌美吗？你我从小青梅竹马，我乃我家老姑娘，享尽荣华富贵，傻吃年岁，却从未珍惜眼前人。今日光棍节，真乃天赐良缘。来日哥哥登上我家宝座，身为上门姑爷，从此双宿双飞，这样不好吗？哎，小米粒儿，我知道我对你好的不得了，不得了。但是，
我真没有往处对象那嘎子想啊。哥哥、哎、你说你没往那嘎子想、哎、可是你却紧闭双眼、哎、你若睁开眼看看我、哎、我不信你两眼放空、哎、你看看我，我睁开眼看你又能怎样？难道你一点都不动心吗？要不咱俩处处看、啊、哥哥、啊、太优美太感人了，脱单了脱单了，那是一个神奇的山洞啊！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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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脱单了脱单了，上哪个饭店吃去？这都要疯吗？你们这都是要疯，你们这都是